对，我看到说什么什么李一桐情商高啊，会说话怎么样？可是我本身就是这么想的，而不是说为了我让你心里舒服，我这么回复。我可能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就这么说了。我现在就太难了，我要一个轻轻松松、可可爱的两个人兄弟嘛，然后可能跟兄弟亲，他就想笑，很好，李老师拍得好。Hello，神剧亮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桐。是因为我没有尝试过这么冰冷角色，对，但他是外冷内热的，从来没有过。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。小姨是一个外冷内热的、简单善良的人，调皮可爱，但他又有隐忍的一面。那你知道表妹陈雪和弟弟的非常好。宁雪，你不知道？叫医生。医生？对。哇哦，好有才哦，医生。嗯哼。他们两个糖在前期是调皮好玩的，我觉得，比如说我拧他耳朵呀，然后教训他呀，但他都是以爱之名去做的这一切，也是因为关切，也是因为关心，所以会拧他耳朵打他。其实我觉得小姨这种性格我特别喜欢，就是软话硬说，我就有点这样，就比如说我问你怎么样，或者让你滚，其实我是在关心你的。他们糖有很多造型都非常仙，然后给自己的造型打多少分？多少分？造型老师。给造型老师打满分啊，给我弄得那么好看，还给我遮了发际线呢。然后下面是你觉得哪个点是最符合小星星的人设？高冷之花的能力不可轻，复仇仙女降临，零外表冰冷冰冰的内心其实是个憨，外表冷冰冰其实是个憨憨。我觉得第三个还挺可爱的，蒋三浅雪就是外表冷冰冰，他内心其实也不是憨憨，但他内心很善良。我真没往这方面去想过，因为小龙女在我心里面是女神，然后我也不想去让我毁了她，但是就看大家怎么评判吧。哎呀，奈你。你不觉得那场戏粉丝看了一定会喜欢吗？两个人和好的时候有一场吻戏，全剧唯一一场，在山洞里，他好多个机位，就这边来一个，那边来一个，上面来一个，下边来，就是远处再来一个，推进再来一个，就是。你能评价一下你现在前期有刘海嘛，就是傻傻可爱憨憨，然后后期就是帅帅的，后期就是多罗啊。其实他最后那个造型我挺喜欢的，就白头发变白了，就好酷哦。他跟你就是之前印象当中的有一点有一点，有一点吧。我以为他是比较酷酷的男生，就是冷冷的，那样的高冷霸道总裁，但其实是小可爱。我觉得小姨是白臀，就是白鲸，就是会跟人么么哒的那种，好可爱，但是又冷冰冰的看上去，可是她又是很内心很温暖的，可以治愈的那一种。丁宁，丁宁什么什么什么动物？我想想啊，哈士奇，因为老觉得李老师挺像哈士奇的。我看到他这里确实有给你拍照，然后拍照的视频。到时候我放出来几张让大家评判一下吧，觉得吓死你们。很好，李老师拍得好。你俩的对手戏分机最多的一段戏吻戏吧，他老笑场，李老师，李现老师，他老笑。一会儿问问他为什么老笑，可能就是唯一这么一场吧，又在那个环境下，他是不是觉得不知道？我觉得你太熟了。可能是吧，两个人兄弟嘛，然后可能跟兄弟亲，他就想笑。如果剑龙少女今天能出道的话，浅雪会靠什么技能战胜剑龙？武功。哇，不知道，让他俩打一架吧。和洛里线卡就很多个男神嘛，也算是男神收割精。能跟我们爆料一下这些男神系列都有什么小怪癖吗？小怪癖，我在吃上比较注意，所以他们爱吃什么我都还摸得挺门清的。我听李现老师跟我说过，他很爱吃甜点的，但是他为了控制保持身材，然后就没有办法。前段时间就是被网友评论带不火嘛，然后你回复了甜。没什么心情，因为我看到好多了，就是在我回复之前，我总是能看到什么什么什么
辨识率低，然后什么万年不火体质，我觉得也是，确实是因为我不是故意去怼的嘛，就是我觉得哎，他这么回，我觉得我确实是我体寒，而且我自我感知上就是好像是不太容易火的体质，而且我本身演戏也不是奔着火去的呀，所以我不太在意说你火与不火，因为我觉得不火有不火的好，因为我不被大众所熟知，我觉得还蛮自由的生活上，然后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烦恼嘛，太火的人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对我来说我挺满足的，我就演好我的角色就好了呀。然后就网友们都觉得就是情商高，对，我看到说什么什么李一桐情商高啊，会说话怎么样，可是我本身就是这么想的，而不是说为了我让你心里舒服我这么回复，我可能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就这么说了，哪天我不这么想了我也会那样去回复你，所以等待。现在你和古装戏都演过了，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想尝试的题材或者角色？哇，我最近看够了我自己被虐的戏，所以我想甜甜蜜蜜可可爱，我前两天发一个微博，我现在都太难了，我要一个轻轻松松可可爱的耶、yeah。我曾经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有一年时间都在研究做饭，那个时候我觉得厨艺还是 OK 的，最起码西红柿炒鸡蛋没有，我会做什么咖喱海鲜饭啊，什么咖喱牛肉饭，因为都做挺好吃的。平时不拍戏，我最近四年都没有这个事，近四年都一直在拍。腹黑心机女还有智障小白兔，如果非要演一个，我想尝试腹黑的心机女吧，因为好像没有去接触过这方面，可是我之前演过，也就是在于正老师里面，朝哥他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小白兔，但他也不，他就傻傻可可爱爱的。那我们非常期待张三成。为了角色胖20斤，或者是为了角色变胖，我们怎么？我已经为了角色胖过20斤，《大唐女儿行》跟徐凯那个，哦，没有20斤，12、13斤吧，然后发现，真丑。就前期是正常的，中段是胖了很多，然后发现有点不太接了，然后就控制了一下。因为那个时候说唐代以肥为美嘛，可是发现该胖的地方不胖，不该胖的地方乱胖。我看你刚才说就控制了一下，然后就瘦下来。我是一个速胖速瘦体质。有什么减肥秘诀？减肥秘诀就是晚上别吃饭，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是最有用的。所以我们瘦不下来就是没迈开腿也没管住嘴。第一组关键词是小姨拧耳朵会跳舞。小姨拧着丁宁的耳朵一起去跳舞。啊，拧着，小姨拧着会跳舞的丁宁的耳朵，一起跳舞。李一桐圣诞节，爱奇艺青春中心。李一桐在圣诞节的时候去了爱奇艺什么青春中心。泡澡笔记本，你手短短。泡澡笔记本，你手短短是吗？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那个网络用语，你手短短。你手短短。NSD，NSD。啊。哎呀，我去！我竟然不知道。李一桐在泡澡的时候，看着笔记本，然后对他说：“你说的对。”这是什么鬼逻辑？好，我接受惩罚。第一张，然后上面评论说光线很像鼻子喷出的气，确实很像。那个时候是非常偏当冷吗？对，很冷，很冷。对啊，这就是我的气啊。然后后期我看到有人喷了火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这张图，然后下面评论说一直觉得他古装美爆了，哇哦，谢谢你，比现代戏更适合古装，那你要等着我的现代戏哦，现在正在拍。然后美名字也好听，确实我也觉得名字很好听。说不喜欢的肯定是女的，那也不一定了，说不定男的不喜欢的。这张图上写着实在 get 不到他的美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每次都记不住这张脸。然后下面有人回复美美哒，然后下面还有人回复韩式半永久眉毛。对，好，我看到好多人都说 get 不到我的美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也没有办法，就他不 get 不到你的美，一定是没有见到真人。不是，呀，那我希望 get 不到我的美的人，然后我们有机会见面，然后他见面告诉我，我还是 get 不到你的美，那我就尴尬了。就这张图，手牵手好甜，觉得他们好配啊。对，小姨当然要跟丁宁配了。